而且地方的客家焦点来看到，南投站初段今年客家消费初案不举办非常大会，同时也进行立竿式选举，由吴春进顺势连任理事长。初段前公司也呼吁客家乡亲，多利用符合平壤学堂本地做的编造客家文化老语言传承的招揽。本飞舞年夜很多名的人出来拿线票，经过所有飞人参加，顺势改善的李甘斯。提示嘅理事长要吴春进连任，结果客家协会未来主要嘅发展目标，却要传统后生人来讲下。你哋唔咩客家庄嘅做团入会，所以讲客家人较少，啊，我是希望讲安尼吼，尽量来推动咧客家嘅文化、客家嘅语言，尤其嘅小学嘅吼。佮幼稚园，也系讲国校，也系国中，安尼经推动落去。初段正装分配好，免得参加也拜神会。结果十万人连夜，一下客家乡亲总算有自家场馆呢。未来镇公所会继续打拼，不限客当然看到客家文化有几强诶。那我们已经在去年也成立了平安学堂，那最主要目的也让我们这个客家的乡亲。好朋友有一个家，在里面呢，我们也以客家的元素来布置。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学堂的一个启用，让大家呢能够更深的了解。臭屯镇客家小提供，头镇工作体力天数下，也六年来用钱建立建筑前建立，同时呢请各位贵修家，希望大帮安尼嘅互通合作，客家文化走在头臭屯镇当前。以前我立不起，但票不投。